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学习一下我们的调整边缘这个命令。首先呢，在讲完我们的选区工具组以后啊，模板工具以后啊，我又给大家呢，就是说总体来讲解这些选择的一些菜单栏以及选择命令的一些基本和配合使用方法。那么今天呢，主要学的是调整边缘这个命令。首先呢，我们用快速选择工具制作一个选区。快速选择工具做一个选区哈，将画笔笔头呢调小，使用快捷键，左括号键将画笔调小，笔头啊调小一下，或者将工具复位也可以。哎，按住鼠标左键呢拖拽，绘制一个选区。这张素材呢头发很乱啊，在抠的过程中呢，有些细节部分呢肯定是被流失掉的。如果想要100%的抠除，那肯定得使用通道来抠除，是吧？我来简单的选择一下，OK。选择好它以后呢，首先我们打开调整边缘这个命令。一可以在我们的选择工具组中都有调整边缘，比如说这个椭圆，还有矩形选框，是吧？单行、单列、套索、快选的工具。只要是选区工具组，它都能找到调整边缘这个命令。那么我们也可以在选区菜单栏中、选择菜单栏中找到调整边缘。在有选区的状态下，快捷键 Alt 键、Ctrl 加 R 键，打开我们的调整边缘命令。大家发现这张图像是非常烂的啊，刻得非常烂啊。我们先把选区处理一下，下面的这个部分没加到。然后呢，我们把这个 Ctrl Alt 加 R 键打开调整边缘。此时呢，大家会发现边缘很烂，是吧？看着很烂，哎，怎么这么灰啊？它是原图效果嘛，对不对？那我们来抠除，简单来对它进行调整。首先来讲一下视图模式。视图模式中呢有放大，我们可以对图像进行放大，在配合 Alt 键的同时，会变成我们的缩小工具进行缩小。默认的是放大，一直点就是放大，放大。也可以选择抓手工具对图像进行抓手。在工具中，如果要选择观看某个局部，可以按住空格键，空格键将它进行抓手。哎，分开空格键后会变成放大镜工具，按住 Alt 键时进行缩小，再点击鼠标左键就可以了。视图中呢，我们可以看一些观察模式，这里面的模式啊。适用于有些图像，不同的图像来进行观看的，方便于大家抠图时的观察。首先，我们来看一下闪烁虚线，就是我们的选区。大家看的时候，叠加就是用我们的一个其他命令，比如说像，这个快速蒙版一样，被我们把其他部分进行盖住，用红色蒙版盖住来进行显示。黑色背景是黑色的。白底背景是白色的，黑白就相当于我们通道一样，可以观察黑白选区。背景图层只有背景，没有其他的颜色。显示图层显示整体图层。在图层当中，我们可以按 F 键循环切换视图，按 X 键暂停使用所有视图。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按 F 键，一直按下去，它可以循环视图。但如果我们按的快捷键是 X 键。停止使用所有视图，对不对？没有视图了。那么我们可以选择一个，它的背景呢，看起来呢，原图的效果呢是灰的。我们可以选黑底啊，黑底来抠，或者白底来抠都 OK。大家会说啊，我用白的和黑的，它肯定不一样，灰边的颜色不一样嘛。大家看过来会效果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显示半径。显示半径呢，它是指我们在对半径值进行调整后，显示半径，这是我们调整过的半径值。如果没有调整，当然不会显示了，就没有半径可显示。显示原稿，在我们调整图像以后，原稿的一个显示。大家看啊，我没有勾选了，原稿是这样的，调整以后的效果是不是？只能半径调整以后的效果。哎，头发部分看怎么样？比刚才好多了吧？是不是？好，那么我们先把上面的视图模式了解好以后呢，来看一下我们的边缘检测。边缘检测上来讲的话呢，有一个智能半径。智能半径啊，它是我们 Photoshop CS5 当中新增出的一个功能，在 CS6 中呢，仍然它没有被淘汰掉。
很多时候大家会理解掉，在做选区的时候，专业的选区和非专业的选区它都可以创造出合成的图像。我们所指的专业选区，比如说你们所指的非常高级的一些选区哈，非常杂乱的选区，但是要理解一下，专业的选区在创建的这个结果上来讲呢，它大大的优于非专业选区的创建结果，高质量的选区，精细选区。在图像上任何创造一个选，我们不管创建什么样的选区呢，它都可以选择调整边缘这个命令的进行调整。好，我们来看一下边缘检测。智能半径它是指自动调整边界区域和我们这个硬边缘或者柔化边的半径。如果说边框，我们的边框扣来很硬啊，你看啊，边缘很硬，没有羽化过是吧，很硬的话，那么它的柔化边缘等等来讲的话，控制半径设置都更精确的调整画笔，则我们可以取消这个选项。你看啊，我刚才所发的这个边缘它根本就是很死的一个边缘，很生硬嘛，所以这智能半径基本上不需要使用，直接调整边缘半径是非常好的。半径是指确定发生我们在调整这个选区这个边缘的大小，边界的大小啊，再看一下，我调整一下边界的大小，诶，再调整一下，再调整一下，诶，调多了一点点啊，调回来一条线，调回来一点。对一些比较柔的边缘使用较大半径，我们会选择比较柔和的一些边缘呢，使用较大的半径来进行涂抹。那么大家看到啊，细节部分就会处理很多。在调整这里的话呢，有一个点击右键可以打开调整半径工具和抹除半径调整工具。这里的话大家理解啊，这两种工具呢可以精确的调整发生边缘调整的边界区域啊，选区边缘的精确调整。像这些区域啊，你看没有啊，我们点一下，哎，把它简单涂一下，你看啊，主要是对边缘进行修复，内部区域可以吗？当然可以啊，不过非常少，因为它调整了智能半径，所以我们涂抹过程中是不可以的。啊，简单涂一下，是不是可以去除一部分的细节？好，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对边缘进行涂抹，大家看啊，调整边缘，它依然会取消了很多部分杂色范围。如果涂错了，可以选择涂抹调整工具，将边缘进行涂回来。哎，对不对？那画笔大小怎么调整呢？左右括号键放大以及缩小，有的时候在里面涂，有的时候呢要在外面涂啊，外面涂。哎，你看一下啊，调整半径工具涂抹一下，哎，不要太多。如果在这地方涂抹的话，它也有头发丝的一些细微，但它都会被损坏一些像素。大家在抠图时啊，不可能就是说100%的，就是说第一次抠图就能把它抠得非常好，像这样的涂抹边缘会发生一些灰色，灰是肯定有的，是正常现象。如果你能一次把它抠出来没灰色的话，除非它这个颜色是很一致的颜色。那么来看一下我们调整边缘底下的一些参数值，我们来按住 Alt 键复位，点击取消按钮啊就可以了，取消就会变成复位。来看一下是不是调整边缘。首先来看一下平滑，平滑的目的呢主要是平滑选区，减少边缘怎么说呢，我们可以理解啊，就是说边缘锯齿感是吧的平滑这个轮廓的，它比如说我们的山峰所看到的这种锯齿还有低谷等等来平滑它的，哎，平滑了吧，很柔是吧，它有锯齿但平滑以后很柔，但参数值不要太大。羽化模糊选区周围的像素之间的过渡很大了就不好看了是吧，一点点啊，它主要是羽化边缘的，我们在调羽化时参数值非常小。对比度呢，它主要是调整我们的这个选区边缘的对比度，柔和边缘的过渡它会不连贯。通常情况下，如果说我们使用了智能半径的情况下呢，这个选项在配合对比度来调整时它非常方便，但是这个是没有柔化的，所以不能使用。我们如果做一个羽化的选区以后呢，对比度来调整以后呢，它非常好啊，它非常好，它只能对我们柔效的边缘，你看它非常生硬，这里是柔的是吧，哎，去一下，很生硬，很精确是吧，很精确，但对比度呢也不能调太高。移动边缘是收缩以及扩展边缘，看一下，收缩了很多，扩展维护边缘，收缩以及扩展边缘，如果觉得不好看就收一下啊。进化颜色，
金黄颜色呢，主要是移去图上的彩色边，彩色边和灰，彩色的边可以移去一些。大家看一下啊，哎，我们选择金黄颜色，这里面是没有发生变化的，因为我们还没处理过，对吧？好，那么可以记住在下面呢有输出的这个方式：新建图层、输入选区、图层蒙版、新建带有图层蒙版的图层、新建文档。我们一般的话呢，输入到新建图层或者新建带有图层的蒙版即可。特殊情况下可以输出新建的文档，相当于我们的这个文档就是一个文档。那么我们来把这个图像呢简单调整一下，大家看一下我的调色调的方向和大小。这里的话呢，输出时的进化颜色，它主要是替换我们附近完全选择像素颜色，但是颜色替换的强度与选区边缘的软化是成比例的，一定要注意啊，成软化和软化范围是成比例的。那么这里有一个重要的提示给大家说一下，也就是说如果这个选项更改的像素的颜色，因为它一般来说在输出新图层或新文档时，它会保留原始图层，这样的话呢，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就可以恢复到原始状态了。进化颜色中呢，它有一个数量呢主要是更改进化的彩色边缘替换的程度，替得多或者替得少是吧，一般是50%。好，然后我们来调整一下这张片子，来看一下怎么简单把它调整一下。很多人都说，哎，我这样会肯定不能抠出来。是的，抠不出来，我也抠不出来，对吧？ Ctrl 加减号键缩小图像，使用智能半径将图像进行简单修饰，平滑选区设置2个像素，羽化值设置0.1，对比度设置0.2，要小一点。移动边缘呢，我们不调整边缘了，勾选进化颜色命令啊，进化颜色命令，选择一吧，将数量提大，叫大家看啊，注意看图像颜色进化。好，额外最大了。新建图层，在这里呢，我们选择调整半径工具，将画笔调大，按住 Alt 键往右拖拽，下面涂一下。大家发现啊，它涂掉一部分，但是不是很多。好，涂的差不多以后呢，我们执行新建图层，点击确定，抠得还过得去。在这里呢，新建一个图层，填充一个颜色，自定颜色，你想填什么颜色就什么颜色，我选一个青色或者蓝色都行。 Alt 键加 Delete 键填充以后，大家会发现选区边缘颜色会发生很多灰色信息，此时我们只需做一个套索工具，对颜色部分以及不想要的部分进行套选，执行选择修改羽化命令 Shift 加 F6 键，打开羽化半径10个像素，执行调色命令。在这里呢，我们要去灰，注意啊，颜色进行调整，可以选择图像调整可选颜色命令，或者我们选择色相薄度命令进行调整。简单调整一下颜色以后，饱和度降低一点，点击确定。Ctrl+D 取消选区，在部分范围来讲一定要注意，如果说我们在观看颜色时，大家看啊，抠的时候手臂部分漏掉了一部分，我们一定要把它找回，这个是难度不是很大，是吧？因为智能半径调的太大效果就不太好。在这个区域呢，来框选一下选区，把这个颜色选区中的颜色进行调整，Ctrl 加 U 色相饱和度，用吸管工具吸取颜色，将它的颜色呢更改为什么颜色呢？可以这样去调颜色，但头发部分有灰，所以我们调的不能太多。或者呢，我们再次的对调整边缘命令进行调整。快速选择工具并不能完整的将一幅图像抠得非常好，哎，大家看它留出了一些部分，对吧？这里没有抠好，我们来返回一下，
将它选择到我们的快速选择工具，调整边缘命令这里，快速选择，调整边缘，好。我简单涂了一下，这些地方也涂一下。好，确定输出以后，我们再来进行涂抹图像。哎，大家看啊，这里涂到了太多了，所以说效果上调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看它的颜色背景呢，进行换成一个黑底的图像来进行观看是比较好的。黑底来看，边有杂色是吧？很凌乱，对不对？一。进化颜色，好，新建图层，涂抹，确定。简单抠除以后，人物的局部范围如果很少，我们可以用选择工具再次对人物进行选择，特别是这些部分。执行 Ctrl 加钉钩键复制一层，将它放在人物图层之上，合并当下图层。Ctrl 加 E，所有图像以后，执行套索工具，选择当前图像，为灰度图像进行着色。Shift 加 F6 键羽化像素10，Ctrl 加 U 色相饱和度进行着色。这颜色大家自己调一下哈，随便先调整的差不多，红吧，先把它调成红色大一点。Ctrl 加 B 可选颜色命令，对阴影部分进行调整，加黄；对中间度部分进行调整，加黄；高光部分微加一点黄。点击确定，Ctrl 加 D 需要选择。相同方法对右侧部分进行调整。抠图并不是说你每张图像呢，它都必须啊，像抠成你们想要的这种效果。有些时候在抠图过程中呢，它怎么说呢，也不是。非常好啊，也不是非常好。执行边界渐影色彩平衡命令，将不透明度进行降低。哎呀，不好意思，刚才没有羽化啊。调色的时候一定要羽化一下啊，羽化一下再调整就可以了。根据我刚才的方法进行调整，我们来新建一个背景。新建图层 Alt 加 Delete 键填充以后，大家会发现手臂的部分右侧的没有了，对不对？我们怎么办？选出来，用套索快准的工具把这个部分选出来，对准的是底侧图层。好的，Ctrl 加钉钩键拷贝，放在上层，Ctrl D 取消。那么在这些范围当中，它有些灰色信息，我们要去除灰色信息的话，可以通过调整颜色来进行调整。但是这里的话呢，我们在后期给大家讲解。这里的话，调整边缘这个工具呢，我们就简单的把它呢进行认识了一下。但是我们在调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啊，它选择范围上来讲，很多时候灰色像素啊，它并不能完整的将它进行去除啊，并不能是完整将它去除啊，有些地方来讲。你如果这样调的话，它的这个有这个有一层层次感，看上去非常非常不真实，很假很假。流失量上来讲，Ctrl+E 合并，Ctrl+E 合并，大家看原图效果，流失量有没有？有，但是较少。基本上你们看起来的效果有吗？是不是有没有？这是我们的调整边缘了哈。因为快准的工具呢，它可以抠出很多图像，像这些毛笔我抠过了，哎，一拖是吧？一拖拽，OK 就刻好了。哎，比如说我们要选择这个风琴岛，是吧？简单的拖一下，多的地方按住 Alt 键减去一下，Ctrl 加钉钩键拷贝，岛就出来了。有些时候抠图并不一定非要很精细，对后期来进行调整才是王道啊！大家要注意，一定要细心。抠图方法并不适合于任何图像，可以选择不同的方法来进行学习。
好的，希望大家下课以后呢要去练习啊，要去练习抠图呢是一个技术活。好的，我们把视频关掉哈。